千言万语无从说起。这样吧，我们再一次响起热烈的掌声，为我们的新郎加油喝彩。红海，我还得跟你说件事，这可是一剧组朋友当笑料说的，你绝对想不到，雪莹她跳楼是假的，连消防车都是假的，要不然哪能来得那么及时？那是早就准备好了的。不信，你可以亲自打电话，找这个朋友证实一下。那辆消防车是薛莹找剧组借的专用道具车。这跳楼的前前后后，其实都是薛莹自己一手安排的。没错，是他自导自演的一场跳楼的大戏。新郎，红海，红海，看来今天我们的新郎真的是有一点小激动。我觉得所有语言都是苍白的，只有用实际行动才能表示。那么现在就有请新郎新娘相对而立，回答我们提出的婚礼誓词。李红海先生，你是否愿意与你面前这位女士薛英小姐结为夫妻？无论是疾病健康、贫穷富贵，你都愿意照顾她一生一世，共同创造美好的生活，你愿意吗？啊，我们的新郎正在酝酿情绪，现在请新郎大声地告诉我们，你愿意吗？你觉得我跟你在一起就是为了你？换来的却是你觉得我爱的是你。一会儿你就明白，我到底是爱你的人还是夫妻。不要你娶我，我爱的是你的人，不是你的妻。我不愿意。